这是我妈妈帮我买的新衣服啊。哇，很漂亮哎。哎，蜜蜂姐姐，你的裙子上面怎么脏脏的？啊？哎，真的哎。啊，一定是刚刚吃早餐的时候不小心沾到了。糟糕，裙子脏掉了，待会回家会被妈妈骂，怎么办？没关系啦，蜜蜂姐姐。现在有一种机器，你只要把脏衣服丢进去，它就会帮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哦。啊，真的吗？是什么机器？怎么这么神奇啊？你想知道吗？我当然想知道了。蝴蝶姐姐，你赶快告诉我嘛。好啊，那小朋友，我们现在先来看看提示吧。第一个是电冰箱，第二个是洗衣机，第三个是吹风机。哦，我知道答案了，可是我先不说，因为现在又到了跳舞的时间了。没错，小朋友现在先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动一动吧。猜猜答案在哪里，等等回来告诉你。哎呀呀咿呀哦呀呀呀咿呀，哎呀呀咿呀哦呀呀。
战斗。哎呀呀咿呀哦呀呀呀咿呀，哎呀呀咿呀哦呀呀呀咿呀，哦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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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呀咿呀哦呀呀呀咿呀，哎呀呀咿呀哦呀呀呀咿呀，哦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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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呀咿呀哦呀呀呀咿呀。小朋友，现在呢，赶快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摆摆头，扭扭腰，准备跳舞喽！欢迎我们最优秀的悠悠啦啦队！洗得干干净净的呢？我知道，答案就是洗衣机。可是蝴蝶姐姐，为什么洗衣机会帮我们把衣服洗干净呢？这个问题啊，问我就对咯。我知道，因为啊，洗衣机是利用旋转的水流把衣服上面的脏东西剔除干净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哎，那蝴蝶姐姐，现在我妈妈刚好不在家，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用洗衣机把衣服洗干净呢？不行啦，蜜蜂姐姐，你不知道吗？如果家里没有大人的话，小朋友是不可以自己随便使用电器的，因为啊，这样子很容易发生危险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知道了。那小朋友，你们也要记住哦。那我们下午见。